我三期金牌安兵三雄哦，四大贵公公，过来为长辈来住一地家，看到过去一当才受了服务，甲做伙佚佗，而且影片。今朝第二古历新年要来搞，为了好照顾长辈，当来好过年。花山基金会看无着爱心年菜，以中大神心会特别热情来响应，好这个任务顺利来完成。大台南神心会哈啊，对服务的这个对象哦，就是我们这个老人家，还有这个小孩子，还有所谓的边缘户。那一直以来呢，就用这样抛砖引玉的一个方式，好来唤起社会大众对老人家跟小孩子这一块的一个注视，一个注重哈。对了，神心会帮忙，华山基金会是真感谢。去过年来到基金会嘛，安排着这专家来看到了，来陪伴长辈做会保水饺。今年我们一样在过年前的时候，为在地全台湾23000位的长辈募集那个爱心的关怀年菜。那目前的话，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，今年募集的部分还上大概有30%不足的部分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还是很希望社会大众可以持续在过年前，甚至包含过年后，都可以持续为我们做那个赞助年菜的部分，一份是700元。那像如果是长辈常年服务经费的话，是1250一个月，就是都很需要在地还有社会企业大家的帮忙。全国包水饺，长辈对着这巧料到这轮皮到包鸭，咱家己来做，而且活动嘛，让长辈提前感受过年的老的气氛。下面新闻台以下，带来采访报道。